Metecan. Dur, daha çok çok. Go 集合 ，Let's go。县里这样的比赛，我们连续十二年总冠军，这次又是冠军，你不相信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我们这里上只要是年轻人，不管男女都喜欢篮球。上高中时候，我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，终于站在了篮球上，成为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。经过一次次球场磨练，我从替补成为我们镇上的主力队员。你知道吗？叶城县百协和镇有上百个村民都可以上场比赛，每一次大赛都要做一次选拔赛，才能代表镇上去比赛，所以我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比赛机会。镇上的老队长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的篮球技术都是他教的，我也是被他们发现选进来的。你看，我们的队员都是农民，平时几乎没有在一起训练的时间，遇上比赛都是临时凑在一起。每一次打比赛，我们都头一天集中在一起，第二天开始比赛，有的队员从十几公里外赶过来。因为热爱篮球，所以我们走在了一起。这几年比赛特别多，看见了更大的世界，交到了不少朋友。篮球让我成长，让我快乐。我打算去上海找一位专业老师指导我一下，给球队拿更多的分，让我们镇上球队拿一次全国村杯篮球赛的冠军。